我是中仪国际集团的执行董事韩黄光。首先代表公司感谢 AM730 PR Asia 同凤凰管股联合颁发的杰出上市公司大奖。这次是中仪国际连续第三年获颁本项大奖。这个大奖对中仪的可持续发展同企业管制是个很大的肯定。中仪国际成立于1994年，并于2004年在香港主板 IPO 上市，是中国领先的绿色精细化工企业。集团秉承绿色化学的产业理念，多年来深耕香原料、特殊化学品等精细化工产品的生产、研发和销售，致力于为化工产业提供一站式的绿色解决方案。集团生产芳香及味道、天然产物和特殊化学品三大类产品，这些产品作为关键的功能组分，广泛应用于日化香精、食用香精、个人护理、洗涤、清洁、消毒、食品、制药、农用化学品、功能材料等多个行业，对提升人类社会的健康水准以及生活品质至关重要。产品除了在中国本土销售外，也远销欧美、亚洲等众多国家和地区，并在全球市场占有显著份额，成为了相关细分领域的全球行业龙头。过往一年，面对着新冠疫情对人类生活的冲击，集团抓住了抗疫的机会，克服了供应和物流的困难，业务获得持续的增长。同时，集团逆势推进了古雷、长泰两个新厂区的建设和投产。古雷一期的氢化石油树脂项目，以优于全球同业的效率和成果，在短短一个季度试产后，达成稳定和优质的生产，产品供不应求。高端氢化石油树脂主要是为卫生材料、汽车配件、电子产品、家庭护理、新能源、5G 新材料提供替代进口的解决方案，正在成为集团业务的新动力。另外，古雷一期的香原料多功能车间也在加快建造，准备以更多的升级产能满足抗疫和疫后复苏以及中国未来内循环的庞大需求。长泰二期的转型改造完成，提升了集团在天然产品和食品配料业务上的产品组合、品质和产能，为未来营收的增长奠定基础。作为中国精细化工的绿色标杆企业，中仪国际一直主动在环保安全上进行升级和改造，继海沧厂区2019年获得国家工信部颁发绿色工厂认证之后，集团2020年获得香港品质保证局颁发的国际绿色融资资格认证，并在2021年获得香港绿色和可持续金融大奖2021的殊荣。所有的努力，从绿色原料、绿色技术到绿色营运，再到绿色融资，忠实地践行了集团爱地球、爱众生的企业使命。展望未来，随着集团的全新核心产业基地古雷园区的逐步建成和投产，中仪国际将会以独创的工艺、先进的设备、新增的产能及优势的产品组合实现产业跃升。集团将继续秉承成就众生与地球健康平安之美的崇高使命，并以 Eco Green、Eco Friendly 为实业宗旨，持续精进，为达成经营目标而不懈努力，为客户、股东及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